怎么了这是？陈品珍，整个部门都在忙，你还有闲工夫请假？昨天不是定了方案要冷处理吗？先取消所有营销活动。停止营销也不代表着你们可以请假呀。再说了，那是昨天的方案，今天的要求是大肆宣传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这是采访跟拍和后期的宣传文案，你抓紧看一下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千万别给我掉链子，听见没有？哦，知道了。瑞华于直先生和慧心首席设计师高慧携手前行，我的天哪！高慧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配合你做虚假的宣传。我希望你在跌了一跤之后，你能学会实事求是。他们只是看了我参加匠心年度大赛的视频，产生了一些误会。对于向来喜欢浪漫的外国人来说，他们觉得这样更有戏剧性，我又何必解释呢？这件事情是在给你加分，更是在挽回慧心这个品牌的形象，所以我会带。但是，我不会无条件的配合。谢谢你的坦白，我会注意的。喂，喂，高杰，我越想越气，必须得告诉你，我加班到现在，一直在忙活高慧和于直的宣传方案，他们俩居然要当成情侣接受采访，于直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。这段时间啊，一直在弥补先上次宣传方案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整个三件组都忙个遍，说不定于直就同意了呢。不可能是高慧一个人一厢情愿吧？他们母女俩在珠宝设计界的位置，我不用多说吧。高慧现在还是瑞华的首席设计师。他们余家这兄弟俩想为了成功，成天围着他们转，连我都不能小看他们。喂，高杰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你不舒服就对了，哪个女人愿意看到自己的男朋友整天跟死对头唧唧歪歪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要真喜欢于直，你就必须盯紧了。那高慧可是生扑啊，我算是开了眼了，天雷勾地火，哎，说不定哪天就被那个火辣辣的小妖精勾走了魂了。对了对了，明天拍摄日你要不要来现场监督啊？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，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，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。我回来啦。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怎么在找房子？你要搬进去吗？不是啊，我是在帮我妈妈找房子。她不喜欢住在疗养院，我还是希望可以把她接出来照顾。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要搬出去呢。我来帮你看看。这上面房子确实不错啊，不过你不用想了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啊，我刚才真以为你要搬出去。哎呀，我现在可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怎么了？糟糕透了。
上次营销的事情，善后还没有处理好吗？倒是处理完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代价太大了呀。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，我罪该万死，我愿意悉听尊便。什么意思啊？最好的危机公关，不就是放一个更大的物料吸引人的注意力吗？正好有一个海外珠宝的机构选择了我，还有高辉，代表国内新生代珠宝从业者去做个采访。可能这段时间我就人身不是自由的，没办法陪我的女朋友啦，所以先跟你道歉。你和高慧只是一起接受采访，这么简单吗？对啊，那还能有什么呀？作为瑞华的一员，我当然希望可以看到镶嵌组能够起死回生，解决眼下的困境。但是作为你的女朋友，我很坦白地告诉你，我不喜欢高慧，也不想自己的男朋友成天跟他纠缠不清。纠缠不清，原来你是在吃醋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就是一起拍个宣传片，没什么。你觉得外界怎么宣传你们俩都无所谓吗？只要我问心无愧就好了。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坦然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曾经下过怎样的决心，又经历过怎样的煎熬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欢迎随时监督。没问题吧？那我得交活了。高，这就是你说。老高，没事吧？你呀，坐时间太长了。哎，换换脑子啊！我这儿呢，正好有一个刚修复好的古董镯子，你拿去啊，跑总部去给董事长给送过去。好不好？自从上一次成功修复的那个凤冠啊，这个林董事长好像对我们这个定制组特别重视。你要说我们要干更好一些，他会不会给我们扩大这个铺面？你想的太美了，你他们能让咱们这几个老家伙闲着吗？肯定给咱们派更加复杂的任务，难度更高的任务，是不是？好事。哎，小刚。你就赶快去吧，完了呢，你再去找一个，找一下上次来过那个余直，你就跟他问个好，完了告诉他说，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他了，对，想他了，是啊，那小伙子不错啊，那我先走了，哎，去吧。
大家准备一下。可以开始了吗？请问高慧小姐和于直先生最近在忙些什么类型的产品开发呢？最近都在研究新的系列开发，也是围绕爱的主题，和王者之剑一样，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作品。谢谢。那不知道您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呢？高阶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会帮你看好于直的。需要24小时盯着的男人，我才不要。在工作上呢，我和瑞华有进一步的合作，包括和小于总也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。好，谢谢。你的妆好像有点花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试配一下。试配一下。领导来视察啊。不好意思，你想多了，我来是找董事长的。我们公开吧。你说我这跟高慧每天同进同出的，看了确实也不怎么对劲儿。而且呢，万一公司有什么别的男生追你，我心里也不舒服，何必这样，是不是？同一家公司上班，上下级谈恋爱，终归不太好吧？你不都调到定制组去了吗？而且啊，我相信公司的人啊、奶奶啊都会理解的，何必搞什么办公室地下恋情啊？是不是？我还要去找董事长，不跟你说了。好漂亮的手镯啊！我怎么不记得在珍藏品中有这个东西啊？这是郑师傅他们拿老建筑上面用作装饰的古董珠宝金片打完做成的。真是个奇妙的想法，用金片镶嵌珠宝，然后再把它拉弯做成手镯，真漂亮。没有几十年的功底是做不出这个东西的。高杰，你在定制组学了不少东西，我有一件事儿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。董事长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的。定制组要裁撤了。裁撤。丁字主这两年一直没有业绩，我是因为舍不得郑师傅他们才留了这个地方让他们养老，可是他们都快退休了，这个部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你看看，要是裁撤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回镶嵌组他们的环境我觉得你不太合适，去塑金组呢，穆总会非常欢迎你的。可是老师傅们每个都身怀绝技，裁撤了之后那些传统工艺怎么办呢？我当然知道这些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市场不流行传统工艺了，我们必须跟着市场走。我打算在瑞华盛典之后宣布这件事儿，你呢就在这之前告诉我你的选择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了，董事长。约业总监喝咖啡，怎么也不喊上我呀，穆总？你这是不请自来啊？你好，请问要喝点什么？没事，谢谢。好的。穆总真是费心费力啊，想当初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穆总还担心我工作不能顺利进行，亲自精心地为我挑选下属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我的事情穆总还在费心，真是感动。商倩组也是瑞华那个部门嘛，那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我怎么好跟董事长交代啊？所以多尽点心尽点力也是应该的呀。穆总真是开明大义啊。哎，我这个做晚辈的真是不应该啊，这么长时间来都没有好好的关心素金组。穆总，如果素金组缺人手的话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让财务给你批一笔经费去招人才，这不就全解决了吗？这人才呢是可遇不可求的，错过了就算了。您的咖啡请慢用。谢谢。等我再找到合适的人选，我一定会来找于经理报预算的。到那个时候你可别说话不算话呀。一定。啊，对了，那个王者之心被维托利亚博物馆收藏了，这件事情应该是你做的吧？那怎么那个高慧一天到晚的跟于直捆绑着做宣传？嘿，我真是纳闷儿，你才是真正的大功臣啊！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让于直跟我是同一个部门的，我们又是兄弟，所以不分彼此。那是当然。不过你也别怪我没提醒过你，你这是在帮别人做嫁衣，现在事儿小没关系，等事儿大了你想要挽回可就来不及了。我可不想看着弟弟就这么抢了哥哥的风头。家人之间嘛，是需要互相信任，恐怕穆总是体会不了的吧。喂，请问是高小姐吗？是。她又不见了。什么？下午晒太阳的时候还在，结果我来送晚饭的时候就发现他不见了，整个疗养院都没有找到。他一个人能去哪儿呢？一定又是他。高海，开门！高海，高海，开门！高海，高海，你给我出来！高海，没听错吧？你找我爸爸做什么呀？我要问问他把我妈带去哪儿了。你爸去哪儿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我看你就是想趁机接近我爸。别浪费我的时间，让高海出来。哎，你搞好清楚啊，这是我家门口，你有求于我还跟我摆谱。如果我妈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，请让开。请。我爸把你妈带去哪儿了吗？你求我呀，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今天说过的话付出代价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？高姐，你居然推我，这笔账我给你记下了。随便，反正也不差这一笔。神经病啊你啊，真的是。妈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答应了外公要照顾好你的，你可不能不见了。
我小杰，哎，你赶紧回来吧，你妈妈找着了啊，疗养院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嗯。妈，妈，你去哪儿了啊？你怎么不乖乖待在疗养院？我都急死了。羽毛，我找到他的时候啊，他在回疗养院的路上，手里拿着这些羽毛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碰都不让我碰呢。你怎么可以乱跑呢？这样我们会很担心你的。不跑了，别担心。答应我，以后都不准乱跑，乖乖待在这里。嗯。现在就只有我们了。别那么伤感，你不是还有我的吗？她是我表姐，你呢？我从小把你带大，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。你放心，只要我在，我一定会把你们照顾好好的，不会让别人来欺负你。妈，你找这么多羽毛做什么呀？这是鹅毛，可以代替点翠的翠鸟毛。妈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羽毛，羽毛，你是不是还记得以前的事情？那你还记得那些珠宝设计和制作工艺吗？好美呀！小姨，妈妈刚才说话是不是很正常？她好像清醒了一瞬间一样。是啊。难道高海带妈妈去看医生，真的对妈妈有用？我今天在疗养院陪妈妈，不回来了。这是生气回娘家了吗？不是，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啊？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复古，定制组有很多手工艺品，而且又是老铺子，是文艺青年喜欢的调调啊。你看，我们东西这么多，这儿的地方又这么小，不如我们回公司吧。时尚气息浓厚，也符合慧心的品牌定位啊。我特意请示了董事长，这里是瑞华的起源地，正好可以宣传一下瑞华的历史传承。你什么时候对历史感兴趣？你不就是因为不满一些边缘部门抢了你的风头，你过来宣示一下？
董事长已经同意了，而且人员都已经就位了，你还要兴师动众的变卦吗？秦敏珍，我东西都清点一下，还有我的配饰和化妆包，千万别忘了，听见没？哦。高姐有没有联系你？她昨晚没回家。离家出走了？那挺好的呀。你看你跟高慧天天缠在一起，她不生气才怪呢。来啊，其实这样的啊，这些呢都是误会，事情也不是她想的那样的啊。如果你和我打好配合的话，给你吉祥，好说。那我考虑考虑吧。高姐，我们这人手不够，你来拿下反光板吧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假装听不见是吧？董事长可是说了，来定制组是来宣传瑞华的历史，你们定制组的人不配合，谁来配合呀？几位老师傅帮我们拿下遮光板吧，谢谢。啊，我才能找得准光，不然你是在给地板打光吗？老姐，你去调整一下那个大灯的角度，我都觉得我脸上的光不对。搬这么重的东西，就是啊。我来吧。这个余植前几天对我们小高不还是挺有意思的吗？这没过两天怎么就跟这个女的好上了？哼，这个真的假不了，假的那真不了。
小高啊，小高啊，是不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？我没事。这个小孩过家家，不能太当真了，啊。高小姐，我们看到橱窗里有许多精美的中式传统珠宝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啊，里面呢主要是一些修复的传统首饰和仿古董饰品，用的呢也是一些非常原始的制作工艺，和我们当下的珠宝系列有很大的不同。等会儿拍摄结束了，大家可以跟我回总部参观，那里有我们瑞华最新最棒的珠宝设计。这些镂空珐琅翡翠玉石栩栩如生，简直就是颜色和形状的完美结合。你能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珠宝的制作吗？啊，传统手工艺呢确实是有它独特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公司会根据顾客的购买需求来决定产品的开发，所以这些珠宝基本还是展出的状态，我们还是会花更多的精力在高端珠宝设计上。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式复古风格感兴趣，连在外国的年轻人当中都开始流行中国风。我们定制组的珠宝在手法上使用了传统的金银细工，但是在选材和设计又参考了时下的流行元素，尽量去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，相信这样的作品投放到市场上也会有很好的效果。像这种前店后坊的纯手工模式，对于瑞华这样的企业来说根本没有市场拓展意义。现在我们正处于摸索阶段，等到产品设计成熟，传统工艺的珠宝未必不能成为市场的重要一环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见怪，因为在我们瑞华等级划分没有那么严重，只要你有意见你提出来，我们会认真的考虑和采纳的，这是我们公司一贯的风格。瑞华果然是人才辈出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思想上的火花碰撞，这让我对瑞华的新产品更加期待了。那您就敬请期待吧。妈，回来啦！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让我猜猜啊，是不是搞定了瑞华的那只小狐狸啊？什么小狐狸啊？她是你未来女婿。哎，女孩子呀，说话要矜持一点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跟妈妈这么讲讲也就算了，到外面去可别乱讲，掉价。妈，你说的果然是对的。想要一个男人对你服服帖帖的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他想要什么。于池那么看重事业，我就拿事业来捆绑他，做他的左膀右臂，让他离不开我。这样的话，把他收入囊中是早晚的事情。好，有妈妈当年的风范。有其母必有其女嘛。说曹操曹操就到。哎，妈，我这事儿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怎么行？我去打扮一下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约会。定制组要裁撤了。定制组这两年一直没有业绩，我是因为舍不得郑师傅他们，才留了这个地方让他们养老。传统工艺不适合市场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必须跟着市场走。我打算在瑞华盛典之后宣布这件事情。
哎呀，刚才啊，好几个记者问我，说我们橱窗里这个首饰能不能卖？我跟他们说了，这都是非卖品，仅此一件。是啊，还有些客人要加价买，可惜这些都是藏品，公司规定不能出售。咱们几个老家伙，啊，做了一辈子首饰，可是呢，只是能做一些小范围的藏品，不能作为产品大批量的生产，让更多的人看见买到，那真是憾事啊。不会失传的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定制组传承下去。客户和记者他们都那么喜欢，说明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。这么好的东西不想办法投入市场，那定制组就永远没有发展的机会了。可是我们定制组啊，从来只是为了客户啊进行一些修复啊，定制啊。你说我们设计的这个东西，公司从来没有把它作为大批量生产的这种计划。只要我们能争取上瑞华年度盛典，就有了打开这个市场的机会。只要被客户认可，那公司就会同意注资投入商用了。怎么样？几个、啊，又输了！你看，你输了吧？又输了！留多少次？第二次了，就替他喝了呗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最后一杯，就是。我要给我来个小姐。高小姐，来，坐。坐。哟，我告诉你啊，最后一次了啊，下次自己喝。怎么了，高姐？忘了介绍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高慧小姐，知道了吧？这位是陈总，这位是安。啊，阿妮塔，对，阿妮塔，记住啊。好，来，继续玩。玉芝，大晚上叫我过来，就是来看你调情的。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是看你白天太辛苦了，晚上想犒劳犒劳你啊。啊，对，来啊，我得敬你一杯，感谢你能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上委身于我。给你。看来跟我办情侣很辛苦你，为了事业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跟美女办情侣有什么辛苦的呢？我们都是看重事业，为了事业，我们还能有美女做伴，多开心！来吧。所以你只是玩玩的。高小姐啊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再说我们是假装情侣，不要那么认真嘛。开玩笑，我是怕你会当真。放心，我也是随便玩玩的，只是我不屑和别的女人一起玩。人都走了，继续呗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有女朋友。
存在，不再有伤害，有谁不期待？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，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，相爱的人才明白，没有什么变成阻碍。从未感觉如此相爱，牵着我的手吧，不用表白，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。去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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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着未来。